祖廟節吼，啊嘛是伫即个拜六吼，啊来开始吼。啊，阮甲迄个畜产试验所啊，甲迄个祖廟改进协会吼，做伊办即个活动啦吼。啊，咱知影咱逐年拢有一个主题，啊，今年的主题就是叫玉米。这個、玉米吼有足侪种的，咱一般可能拢食到迄个甜玉米啦吼，咱叫做水果玉米这方面的。吼，啊有食咱的迄个一般的白玉米吼。啊，但是咱其实咱伫即个杂粮的生产足侪有进口的迄个硬质玉米。吼啊，所以咱一届嘛有介绍讲不同种类的玉米吼，啊，咱种苗公司会提供足侪种的品种，哦，大家来看吼。啊，阮有准备一挂海报吼，大家知影讲啊，这番麦生长的过程，啊，啥那叫做迄个爆裂玉米，啥那叫做马齿玉米吼。啊，大家看这个文献吼，就知影讲啊，这番麦的迄个用途。啊，番麦是足世界足重要的一个作物。啊，咱国家现在要杀这个番麦，主要就是讲玉米伊足生水的，伊无像水稻爱用这个水分来甲灌溉，所以咱是有咧大粮仓的计划，就是讲种番麦啦，种黑豆啦吼。啊，阮常年嘛提供一挂品种吼，像阮的台南26号就是甜玉米吼，伊在做有机栽培是足好的一个番麦品种。啊，种苗公司嘛做者迄个糯米。煮米浆的番麦吼，啊也是吃起来很口感。啊，来观赏的玉米就是像我们的拍矿吼，就是可以爆玉米花的啊，那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，我们叫做彩色玉米，这种种的。哎，大家如果在种苗节这一天来我们厂里，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元的这个玉米。那我们也用玉米来布置一个造景，那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参观。那像比如那种草莓玉米、叫宝石玉米，那拢是咱做爆米花用的。对，那拢是做草莓玉米啦、吼、帕控啦、吼，其实都是做我们那个爆玉米花的品种。